看看谁来了，啊！坐，快坐快坐。龚太兄，钟某县相救之情啊，曹某感恩于心。曹孟德也长着一颗心，哈哈哈哈，我真是后悔。 当年陈高仙那天夜里，我就该将你一箭穿心。嗯，理解，完全理解，连我都替你后悔。真是个奸诈小人，无耻之徒。龚太兄，我有一事不能理解。嗯，你既然欲图大业，为何不来找我，而去找了吕布？ 他配不上你的才华和抱负。只恨吕布不听我言，要不然不会有今天。吕布虽然无知，但是为人要比你干净得多。嗯，是干净，干净的像个傻子。嘿嘿，龚太兄啊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赐教。说吧。 你说我是应该杀你呢，还是应该留你？这好办，快快杀我！舍不得，真的舍不得。那我就给你个理由，让你舍得杀我。说来听听。只要我陈功一天不死。 我就会把你曹孟德当年那些丑事挂在嘴边，我会天天讲，日日说，我让世人尽人皆知，让你遗臭万年。大家伙都听着，当年曹孟德在成皋县逃亡的时候，被他的伯父吕伯奢所救。 可是他却恩将仇报，杀了吕伯奢，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。他恩将仇报啊，杀了自家的伯父，他就是个奸诈小人，无耻之徒啊！来人，走，拉下去，快拉下去，挪挪。放肆！龚太兄是何人呢？那是我的救命恩人，骂我两句怎么了？ 就掉不了一根汗毛。再说，龚太兄说的有道理，骂的对，骂，接着骂，骂痛快了，咱们喝酒。曹孟德呀，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如此皮厚。 哎，并非我曹操皮厚，而是我把这世上那些庸俗不堪的纲常伦理早已经不放在心上了。世人都说我是奸雄，可又都拿我这个奸雄莫可奈何。你们这些。 自诩为君子的人，也都败在了我这个奸雄手里。如果当君子的代价就是被凌辱、被践踏、被消灭，甚至被杀的话，我宁愿当一个能够实现自己抱负的奸雄。自古以来，大奸似忠，大伪似真，忠义和奸恶，都不是能够从表面就能看得出来。 也许你们从前错看了我曹操，现在又看错了，可是我仍然是我，我从来都不怕别人错看。龚太兄，平心而论，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哼，什么也别说了，赶快上酒吧。
上酒，上酒，请。刀斧手何在？快送我，陈宫上路。 知道你家中还有7世老母，你若死了，他怎么办？你舍得下吗？哼，我陈公文仁孝之君，依法诛罪，不会罪及父母。我料你曹孟德也不会杀我老母，反而会供他钱粮。 养其终生，不错。公台，我还知道你家中有2个娃儿，女娃7岁，男娃5岁。他们还小，你若走了，他们怎么办？你舍得下吗？我儿我女，自然会餐风饮禄，顺天应命。 不太凶，我从来都不求人，但是今天我是真的舍不得你啊。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是我自己真正的要走，还请孟德随我心愿吧。 怎么流泪了？胡说！我怎么会流泪？大好河山，大好河山呐！